你好湿，是怎样？这是一个称赞意思吗？哦，你真湿。快死了！快死了！快死了！惊兆！惊兆！走哟！不要射我！不要射我！不要咬我！上面有东西了，是怎样？哎呦！下面还有个东西，不要咬我！不要咬我！不要咬我！过不去啊！你先搞我真笑哎！可是左边有东西，可是我不能在水里攻击啊！可以，我靠他帮我把他打爆。那边有一个门哦，也是要靠他帮我把他打爆吗？好像是哦。接下去是。啊！爆了，可是我死了。看一下，
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你看我，上不去吗？好像上不去。好像差一点点。 差一点点，没有哎，我没有玩过一代，我直接来玩二代。但是我听说过一代评价很好，但一二代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。以游戏体验来讲，现在普遍看那个评价都是二代比较好。 但是现在一代好像也蛮便宜的，所以想玩也是可以玩玩看。它这一代，它这一款，应该说这个系列作最棒的地方，应该就是它的画风跟 BGM 吧。然后至于是整个游戏玩法的话，二代好像算体验好很多。哎，我刚刚换什么？ 再换一下，哇，画面很漂亮 ，BGM 好听，成功啦！看一下，啊，对 ，Hololive 我有玩过几次，只是 Hololive 我觉得是 Night， 我玩 Light， Hololive。 Night 比较硬核一点，我自己觉得跟这款比起来 ，Hollow Knight 又更硬核一点。然后以爽快程度的话 ，Ori 的爽快程度比较高，我自己两款玩起来。但是以画面跟 BGM 来讲，两个都很棒。如果单就画面的话，两个都超棒的。 叫阴沉，哦，过不去。嗯，整体的画风也有关。哎，屁的！我碰到一下我就挂。What the fuck？ 哦呦呦，被吹走了！你妈啦！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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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呼吸，我要呼吸！不要咬我！小精灵真的超可爱的。哎，帮我开门啊！ 快挂！等下！我要怎么用他的蛋蛋帮我开门啊？ 中了吧，靠！不要咬我！哎，可以，它会射过来，角度拉一下，中了吧？哎，看，哦呦，走开啦，臭鱼！ 还没有。
抛物线真的很难抓、欸。哎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。还是其实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了吧？啊、对嘛？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走！不要！哦，还好，门是打开的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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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我快死了，快快！摩托还要哭！啊！这边准一点，准一点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过来之后呢？那、啊、这包子我要怎么处理啊？哎，不是，用它蛋蛋吗？哎，对耶。然后这一款还有很多的都很多的细节没有提示，像这个东西你就是得全部都靠自己摸索，也蛮好玩的啦，就是解谜的部分。只是如果你没有想到，有时候卡住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别冲他想，我快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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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快溺毙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个转起来，然后呢，这个转起来之后呢，我这边还有那个，我不知道捡不捡得到。不要！我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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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！屁啦！那个要怎么拿？好！我怎么下去拿那个东西？喷太快啦、啊！嗯，哇，它喷太快啦、啊！操！这边吗？这边哇，哎、欸，这边是我刚刚来的地方啊，是吧？右边是我刚刚来的地方、啊。哦，他该不会是先让要先让水车转，然后我才上的来这边？可是我刚好偷吃步跑上来了，变成说。我其实不需要让水车转，可是我感觉这边有东西，可是好远，过不去。那怎么过去？不行啊！不要咬我了！
这边也不知道怎么上去。应该是用他的蛋蛋吧。不行啊，我没办法用它冲出水面。我感觉我 miss 了什么。痛。再来试试看偷吃布的办法。哎，好像差一点点可以过去，好像可以，试试看。不行，我画多啊。我是没地方走啊，又卡住了。那我现在要怎么办？哦，我们齿轮已经搞定了齁。我们齿轮其实已经搞定了，现在已经很多地方可以去了。先回家一趟好了。我回来啦！一夫，那任我意，一夫。我们可以盖房子，或是青藤蔓。先盖房子吗？先把藤蔓弄掉好了，家里一堆藤蔓很烦。OK。橡子掉到洞里了，洞太小太黑，要有工具。深入黑暗，哎呦。
欸，哎呀，哦，那可没，真谢老杜。哦，这里一定要有别的能力，就可以在水里面爆冲。他一定要有别的能力，这是什么？现在有个小房子。嗨。哦，嗯，哦 ，net nets， 哦 ，net nets， 啊，哦，啊 ，you want talk？显示能量核心，显示生命核心，显示碎片，好贵呀！He web hunted, he kissed, Anash. He web hunted, Anash. Anash.哦，可以拆家哎，把家里给拆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们掉进锅子里面了，上菜喽！沙子感觉是有什么东西可以破坏掉，还有什么能力我们没有拿到？学技能的，哎，那只是什么？上不去。哎，上来了。屯力。根本是，来不及了。来，口生人，口口涂蜡。Hello。可以盖，可以种东西，能种出什么东西来？能这样子乱撒的吗？哦，啊，种这个我们就可以在这边飞来飞去。没有种子的。有什么东西吗？上面我们刚才没去过。哎呦，掉下来了。
这狗毛怎么上去？啊，该不会这样吧？好像可以哦。我来找你了。哦，就这样。啊，那边有东西。OK。诶，上面有东西。这边有一个标示的，没有看到哦。啊，是不是在旁边啊？它那个看起来就是左边那个看起来可以打包。大观察员，这是什么鱼店？哎呦，给我们什么？新香。我们要被煮熟了。哦，走过来这边变冬天。包尔高地。哇，痛哦。抢哦！等一下，把这个换。哇！这边冰起来了，感觉这边需要火，因为要有火才有办法下去。这边应该是另外一个区域。看到了，
片湖，额外击中附近的敌人，有 AOE 伤害就对了。午夜地洞的深处坐落着测试挑战者勇气的圣殿，破巢穴圣殿，我找到了。耶、yeah, ，这样这边就拿到了。蜥蜴哥，降低能量花费，增加100%的承受伤害，都买一买好了。减少伤害，抓敌人然后造成伤害。哦，可以分裂到5只耶。这个一定装啊，但是它越刷越多，5只感觉很强，250%的伤害，全员圣殿，嗯，说那里有个碎片哎、欸。重建双倍，这个掉落双倍，然后哪一个、啊、这个四额外掉落四个加双倍，是不是可以爽刷一波？加油！转呐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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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呐、啊！超肥的毛毛虫、欸，会给很多的魂，我不知道现在还可不可以刷。
在哪里啊？喂，我记错地方了吗？还在上面。边吗？这边，我是在那里遇到那只虫的，一瞬间忘记。就是这只虫，但不是这个位置。哎。这边有去过吗？惨了，应该是有去过。
该还是过不去。为什么？这么前面的地图还竟然还是拿不到。探索过五岳地洞，哎呦，太小了。痛痛痛痛痛！哎，看他打好痛哦！要死我！机关，哇，这个沙，有沙虫，我操！这沙虫是谁啊？出来讲啊！臭虫！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打不完的虫哎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出来讲啊！还有谁？还有谁要出来挑战的？
哦，那些虫全部打死之后，就开启这个机关。生命契约，可在能量耗尽的时候，花费生命来施展魔法。啊，上面啊，这我知道，这边要换那个。这样搞就可以了。好不？走水路就对了。这是什么操作？